相传关外有位大侠，他一个人，一壶酒，一把剑，在黄沙漫漫的法外之地行侠仗义。你好像挺能吃。 知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大侠没说话，因为肉太干了，得配一口酒。等他喝完了酒，咽了一口吐沫，开口了：“什么废话？拿命来！”他出剑如风，招招致命。无论对手多强，他只要一剑，打破孤星。 他是，行走江湖，一壶在手，百里无忧。还有敌人呢，那就刚刚刚，冲刷沙，咔嚓，一把斧头就劈进了他的后脑勺，他就死了。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行侠一时爽，事后乱葬岗。 没什么事儿，你就别去江湖了，就在家里头待着打铁娶亲生娃，这才是正道，知道吧？还有，这是老头第103次讲起百里无忧的故事，这也是百里无忧第103次死。 初始故事还起伏跌宕，可到后来，江湖人多势众算什么英雄好汉呢？有种你来找我单挑，上啊，铁头！哦，对了，死的还有百里大侠的跟班铁头，可我不相信百里大侠死了，因为那是老头眼里的江湖，而我的江湖是。 就是我的江。小队长，上次跟你说的那门亲事，你啥子时候才有空嘛？走，今天跟伯伯相亲去。改天，我还有急事儿。警察打的刀不行啊！哎，我还有急事儿，你找老头吧。 不好意思，你再来啊！哎，这地上写的是什么呀？哎，三叔公，你又留洋的？小队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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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走，不客气。 小铁匠，你给我们讲讲百里无忧的故事吧。乖，下次啊，我今天还有急事儿。二婶家的猫又丢了。哎，给我一个。哎，小铁匠，你干嘛？哎，阿宝，给。拿好啊，拿好。吃啊。小铁匠，啊，你去哪里？江湖。哎，夜壶。所谓操着闯江湖的心。 过着倒夜壶的命，说的就是在下。又所谓清早起床精神爽，提着夜壶出茅房，说的也是在下。每次到夜壶，我就会来这儿。老头是个怪人，成天讲江湖，却从不肯让我闯江湖。哎，这里便是我离家最远的地方。 或许，也是离江湖最近的地方。
大当头好手段，告诉他，圣上有旨，关外何家军兵权收归西厂，你家主子不肯交出兵符，已被满门抄斩，莫非你也要抗旨不遵？圣旨是你自己写的吧？是我写的。 那又如何？毕竟我，你想当头兵权，还缺少个东西。我呸！竟让一个小小的蝼蚁弄脏了我最贵重的宝贝，属下以后定当保护好大当头宝贝的周全。废物！ 传我的话，给那些个江湖蝼蚁，不管哪门哪派，只要能得到兵符，本都有赏。是。上回说到，百里大侠直闯阎王寨，开始就给他们来了一招大漠孤星。 他一己之力就杀死了大漠五恶，从此威震江湖。不对，不对，我听老铁匠说他死了，被恶党杀掉了。对啊，对啊。哎呀，别听那老头胡说，大侠永远不死。可是一个人打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有？那是因为他大喊要决斗嘛，一对一。你我三岁小孩呢吧？ 怎么可能他说决斗就决斗？哎呀，这你就不懂了。阎王寨的贼人虽然是黑道，但是黑道也有黑道的规矩，是吧？哎，他喊了要决斗，就必须要接受。哎，哎，又来了，走了走了，儿子。大侄子，时辰到，咱们开始吧。啊，就是。 你师傅不许你外边耍啊！你看你这，你现在好筋骨，咱不能给浪费了呀，对不对？这是我两位方伯伯神医和药王，这是他们第100名赐拿我试药。不过呢，有点副作用啊，能让你啊神魂颠倒，不知道上下左右，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为好啊。烧烤？我说二弟，你就知道吃是吧？来，过来。 先给大侄子放松放松啊！放松放松！不过呢，吃完这个药呢，千万不能喝酒，不然就惨了。放松放松！搞什么？我让你给他放松放松，我不是让你给他放松。吃完药再吃葱，一会儿就会拉稀。说谁呢？谁脸上一米七啊？啊？谁偷吃你烧鸡啊？谁偷穿你的衣了？试了这么多回。 我早已经摆布不清了。等一下，说谁呢？大伯阿伯，你们说师傅他到底有没有闯荡过江湖啊？哎，还有他提的那个铁头伯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哎，你怎么突然提他？你居然还能口齿清晰的说话，加大药力！好嘞。来来来，到哪儿去了？ 去大伯二伯那儿胡窗户去了。干活。这把厨户的刀，缺了个口，少了半寸，打的时候腕子力气要用匀了。打铁的动作，就是要准，比过重了、过轻了都不行。别老在旁边的打来打去，快被你打出一朵花来了，我还得替你把它匀回来。知道了。我练了这么多年，连把杀猪刀都不会打。 就是因为你的力道用的不准确，知道吧？哎，不是，这刀我不会打，但是我会使刀啊。这腰界腿力臂界腰力，然后一刀砍下去，什么猪肉我砍不断？那百里无忧更不一样了。他是一刀下去，你铁都可以砍下来。到最后还不是咔嚓一下，啪嗒死在那儿了。谁可以证明他死了？这，再说，这闯江湖的人这么多，难道全部都死光了吗？江湖，江湖。
我再跟您说一次，你铁头叔叔当年跟我一块闯江湖的真实的故事。你铁头叔叔每次百里无忧下不住，老头就会把铁头叔叔办出来，大概意思是说他和铁头还有别的一干兄弟闯江湖，结果铁头遭到暗算，惨死，咔嚓一下一个斧头就总之就是江湖险恶，不要去跟百里无忧。好了，我帮二伯倒夜壶去。 跟百里无忧死的一模一样，好多年之后我们就去找他，一找，哎呀，都成了白骨了，那怎么办呢？几哥们都不好意思了。哎，每天不是帮两位风伯伯试药，就是跟着老头打铁倒夜壶。哎呀，我看我这辈子就这样子喽。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像百里大侠一样啊？夜行万里。 日饮三纲，杀人无形，行侠仗义。嘿！ 这就是江湖上喜闻乐见的打劫？这胖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这么漂亮的姑娘落入贼人之手，可就糟了。不行，我得救她。 是老头不让我管江湖事，哎，算了算了算了，事不关己，事不关己。莫不是我有伤，就凭你们这几个货，枪了他，拿货。哦。嘿嘿。 嘿嘿嘿嘿嘿，我是路过的。少犊子，敢打你爷爷我！什么？哟！那你别担心，我每天倒夜壶都走这条路，练出一身奇功，他追不上我们的。 没事吧，放心，我们去。什么情况？英雄救美？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英雄救美？啊，她就是个女魔头而已。她是女魔头？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刚才若非少侠出手相助。 恐怕他早已被同党救走了。不是，女魔头，少侠，我是，哎，少侠，哎，好说好说，承让承让。壮士，你的伤？哦，不碍事。敢问少侠，高姓大名啊？还问我名字？我是萧铁。哎呀，不对。 我叫做少侠，不愿明示，在下也不勉强。不不，借壶一用。不是，壮士，不是，那个，哎，这，我叫吕三思，你这位朋友可伤得不轻啊！啊。
假大要亮。梁伯伯，你们一定要救救我这位朋友啊！交给我们俩就行了。放心，我刚调出一味新药，救人可以，试药可不行啊。嗯，三三，你这个朋友是江湖人吧？什么？你居然就叫江湖人士？我没有。你没有？你是无罪团，你跟外面江湖拉关系了？我真的没有。那可不行啊！还说没有？不是我，叫什么？哎，百里无忧是我的偶像。偶什么像呢？走，找师傅去。走。哎，且慢。你们要怎么试药？随便你们，条件只有一个，活着。大伯、二伯，人一定要活着呀！哎呀，这边。这么漂亮的姑娘，到底是什么样的女魔头啊？我怎么会在这儿？酒喝有量，不能喝酒。假大有量，不能喝酒。二婶家的包子就是香。大伯、二伯吃饭了，都什么时间了还在睡？小心！壮士，你没事。毒是解了，但这身体却越发不自然了。哦。壮士，你也是大侠吧？何以见得？看着像啊，就像这样的装束。这是我的偶像百里无忧，你一定听说过吧？哇，他那招大漠孤星，我要是这辈子能见上一面，就值了。有一个人，他夜行百里，他日饮三缸，杀人无形。少侠年纪轻轻就知晓江湖往事，大有可为啊。你百里无忧，百里无忧，你就是百里无忧。少侠，此地女魔头耳目同党众多，我的身份你知我知便可，莫让第三人知道。哦，好，我就知道你没有死。哎，百里大侠，跟我说说你那招大漠孤星吧。啊，少侠，你我相遇皆是缘分，在下有个不情之请，可否？好，就凭你这点功夫跟心机，你去走江湖，走啊！走不了几步，你就啪嚓就死在那儿了。死的又不是我，死的是铁头。这，你再说一次。我早就猜到了，你跟你兄弟铁头就是学艺不精，所以一出江湖他就死了。但是老头，我告诉你，这江湖不是全都是悲剧吗？这个百里无忧，他就靠一招大漠孤星，他就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哪有什么真的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功夫？没有啊！那个叫什么百里无忧的，他要真有功夫的话，那跟着他的人怎么会死了的死，疯了的疯啊？哎，江湖嘛，
本来就是有生有死，那凭什么我就不能当那个存活下来的人呢？江湖啊，所以他是个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啊。有的时候你还会被扒了皮晒干了，等他们老的时候下酒喝。江湖，江湖他，他来的时候是人，他走的时候就，走的时候他就，走的时候。答应我，回来的时候，起码还得是这个人模狗样。哎，我腰带呢？哟，你看见我斗笠了吗？哎，阿宝呢？当今西厂当道，残害中人。这个女魔头乃西厂之走狗，知晓西厂之密信。我本需在三日之内把女魔头送到三彩地，如今我有伤在身，不便前往。记住，直走戈壁，不要驻兵，绕开恶狗头。到了甘草库，等我会合，同去将他交与关外一军。百里大侠虽不在，但我也是个少侠，既然他委托我押送你，你就别想逃跑了，知道吗？女魔头从昨天起便一言不发，莫不是个哑巴？难道丧尽天良，恶贯满盈了？哎，报应啊！老头，我要证明给你看。大当口，兵符已现身，正往甘草铺去。我说什么来着？这群江湖草莽，给他们点甜头，他们就跟上来了。哼，江湖人，信不得。是不是？哇！嗯，真香。哎，想吃就别客气，来。你又干什么？女魔头，别搞猫腻啊！我可是女少侠，练过的。谅也不敢。
女魔头，现在后悔了吗？你怎么会把我跟阿宝绑在一块儿？你应该骑着阿宝跑才对啊！哼。你干什么？你现在还想色诱我？我吕少侠才不会。忘了告诉你这件事，阿宝啊，他只认这个，啊，来，阿宝吃。阿宝，阿宝，你怎么又跑了？别跑了，阿宝。阿宝，阿宝，你怎么在这儿啊？那女魔头人呢？躲什么呀？哎呦，来呀！谁乐一个？乐一个？乐一个？女魔头。魔头，我早就跟你说了别乱跑了，要不是我吕少侠及时赶到，你早就被马匪绑回去当压寨夫人了，你知道吗？啊，你现在又想骗我是不是？难道后面有很多马匪？是因为你乱跑，害得我也被抓了。哼，被他们抓，总比被你抓好。往前点啊！来，女魔头，你现在还笑得出来啊？你宁可去当压寨夫人，也不肯跟我去见义军。你到底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啊？少侠，多说这个说，你二十两银子怎么样？长得太丑，年纪太大，卖相不好。我就不一样。哎，这位看着倒有膀子力气。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就是看着这脑子有点不太灵光。我傻？这样各位，文钱有没有？五文？五文？他二十五文？再加一点。要不这样吧，考虑一下。各位，各位，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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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各位，买一送一，有没有人要？再得考虑一下，再加一点吧。啊！这么火？我要了。哟，大王。您怎么亲自来了呀？我心急呀！你心急呀？没人。大王，别走，
我只要闻呐，闻！哎，我真的只需要闻。大哥，只要闻的，大哥，你考虑一下吧。大哥，你别走啊，你考虑一下。大王乐呵乐呵啊！你喜欢这样，大王我也喜欢。你，哎呦，大王你没事吧？哎呦，我说大王您着什么急呀？待会儿我去找个老妈子给您要点阴阳合欢散，保证他呀变成小绵羊。大王，有阴阳合欢散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早说？哎呀，您太着急了呀！别耽误大王的没事儿。哎呦，我这就去，这就去。大王，我心急呀！哎，来，大王这边。哎呦，哎呦，小娘子，大王去去就来啊！大王，慢点，两个过来。待会儿找个老妈子去来，把他看走了。哟，这小娘子不错呀！啊，哎呦，还真不错呀！你去哪儿？赶快给我进去！救你，你居然想踢我！走吧，你干嘛呀？哎，我花了那么大代价跑来救你，结果你宁可在这儿当压寨夫人，别闹了，走吧。大王，你来了。小娘子，小娘子。大王，我来了，我心急呀！大王好厉害！走了。走！
救命之恩，少侠义薄云天，从今日起，你就是我大哥。大哥，女儿吗？ 你这个伤啊，要是再拖个一两天，恐怕就会落下病根，变瘸子了。为什么给我止伤？他不是要抓我吗？我跟马伟在决斗的时候，你是可以暗中出手的。 但是你没有，我知道你其实很关心我，但你终究是女魔头，我跟你势不两立，所以，我这不是关心你，我是江湖人，不欠人情的。哦，还有，我是不可能被你蛊惑的。 今天差点就把你给弄丢了，我还得完整的把你给送回去呢。小子，记住，这可是借你的啊！回来的时候要把你跟他一块儿原封不动的完整的带回来，要不然我打断你的腿。好，我会好好带这个夜壶的。老头，你今天真该看看我有多威风。
谁啊？笑什么笑啊！这招啊，叫做敲山震虎。实验室鬼，出来说话！我告诉你们，这些鬼啊，我是百里大侠的手下，我是大侠鬼见愁。救出来，去吧，我这还有，我救了我们，来，还给我们吃的，韩大德无以为报啊！谢谢谢谢大侠，没有没有，谢谢，这是我辈应该做的，来来来，想必这位就是大侠夫人吧？说什么呢？那是大侠从匪窝里救出来的压寨夫人，压寨夫人啊？不是，她呀，她是女姐姐，吃吧。也多亏了你啊，我本来只是个铁匠。你是铁匠，怎么还做压人的买卖？不过呢，我现在已经不只是个铁匠。等我把你交给关外义军，阻止西厂害人的奸计，我就是个真正的大侠。大侠哥哥，能不能给我讲讲百里无忧的故事？来，坐好啊。你看啊，这位呢，就是大侠百里无忧。他呀，行走在江湖上，帮助过无数人。过了芦苇荡，前面就是四谷窑，马上就能到甘草铺，把你交给义军了。我是可以帮你松一下，但是你千万别借机逃跑，知道吗？我们江湖人是不可以忘恩负义的，更何况我是吕少侠。大当头，刚才那个人到底说的是不是真的？江湖人信不得。前方那四谷窑可是龙蛇混杂，要不……蚂蚁窝而已，一股脑的都给我端喽！大当头英明神武，你说啊，当家的每天就这么在咱们面前扑腾？给我看的还有点心痒痒。哎，这话要让当家的听见了，你可要挨鞭子的。可快点让他拿鞭子抽我吧，咱当家的大漠一枝花，你配吗？大漠茫茫，离人呐不还乡。
这位官人啊，您是打哪儿来，又打哪儿去？我哪儿也不去，就是来找口吃的。我听说李娘你可是大漠中的一枝花啊，依我看呢，花儿可没有李娘你好看呢。这南来北往的就图口吃的，官人爱吃包子，要说我这四谷窑的包子，别说是西出阳关了，就是欠了阎王爷的都念念不忘呢。我可听说你这小店里可藏着凤凰，我今天就是来尝尝的。凤凰倒是有，就怕你受不住。大鱼大肉嘛，大爷我见得多了，可是这凤凰肉嘛，你这狗鼻子，那你说我浑身上下哪儿最香啊？香，香，胸口最香。客官，我这凤凰软金伞香吗？你。怎么一回事啊？西厂的人，西厂的人，那你怎么没逃啊？哎，你不逃我警告你啊，你别又想色诱我。刚刚的事不许提。你说什么？我说刚才的事不许提。你说话了？刚呛了水，加上你在水下乱抓一通，我的血自然被解开了。难怪，我也想说我摸到了什么。我是怕你动静太大，惹到西厂的人注意。安心吧，没有人会色诱你。不对啊，可是西厂的人要是注意到你，你不就能逃了吗？就是来和我抢货的。我就是病符，甘草铺根本没有什么义军，我也不是西厂走狗。你那个叫百里什么的朋友，是要把我交给西厂卖钱。女魔头，你别又想诓我。我要是女魔头的话，刚才西厂的人就在一旁，我引他们过来易如反掌，我躲什么？可是女魔头，我叫何清英，何家军的总指挥便是我父亲何进。自西厂乱政以来，阉党们铲除异己，只手遮天，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毕中国一心想要夺得兵权，家父让我带着兵符逃离魔爪，赴关外与义军会合，杀回京师。所以毕中国向整个江湖悬赏，你那位百里大侠便是受邀赏的江湖人之一。百里大侠行侠仗义，怎么可能会是西厂的狗？江湖上哪有那么绝对的事啊？你只是个铁匠，你懂什么？江湖，江湖，江湖！你现在说江湖，老头子也说江湖，你们都懂江湖。江湖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就我一个人不懂？我不能放你走。你，但是我也不会把你交出去。我会先把你藏在四谷窑，自己往西去。我要到甘草铺，看看百里大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如果他不是狗，我还是会把你交出去。若他是狗，若他愿意分你赏金，你会不会做狗？
过虑三思，绝对不会。先坐啊！哎，坐！哎呦呦呦，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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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客官，楼上有雅座，您楼上请啊！哎，这这这这这，楼上呢，招呼着点啊！哎，没事没事没事，都是江湖客啊！来来来，咱先喝着啊，先喝着，坐坐坐，客官坐。来，嗯，先喝着喝着啊，一会儿啊，我再给你们拿上等的好酒。来来来，哎，先喝着，先喝着啊。哎，小二，哎，来了。你家老板娘呢？叫你家老板娘出来伺候我。哟，客官，真不巧，老板娘在楼上跟人谈点小买卖。谈生意？我看老板娘自己就是买卖吧啊。哎，兄弟，话少吃包子，话多变包子。哎呦，这一个个都怎么了？老板娘，往楼上折腾啥呢？那么大动静！第一次来我店里啊，不知道我店里干嘛的。你也没捞着个啥。你们呀，都护着点短，哪天我发财了，你们都有肉吃。好嘞。哎呦，客官，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喝，吃好喝好啊。接着喝。老板娘，包谷米子来了，收不收？今年包谷米还真是金灿灿，挖不挖？还挖着。哎，绕了一圈，还是自个儿送上门来。可说呢。哎呦，二位客官，客官有失远迎啊！二位是打河来打海来呀、啊？住店可是要拉褂子，这拉褂子啊，按江湖规矩啊，可是得君处。我要进上房，安静点的。一间房，够吗？够吧。哦，那会不会不方便啊？会吧。江湖儿女哪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呀，你瞧我，人家正主在呢。瞅这小模样，是小青鸟啊，原来官人喜欢嫩的。你误会了，我们不是两口子。哦。嗨，你瞧我这嘴。不过二位，这是往西边去啊，还是就是从西边来的？我是秦家集来的。少侠真幽默。这打西边来，你是送货的吧？我也不是送货的，我是不想说就不说了，大家都是江湖儿女，心知肚明啊。谢谢。老板娘，我就问一句，这去西边的路好不好走？天气怎么样？嗨，这大风沙的，现在出去啊，定是会迷了眼。你俩既然来了，不如就多住两天。二楼雅间请。在这儿啊，大伙儿都管我叫丽娘。二位有任何需要，就随时找我。这方圆几百里啊，就只四谷窑一家店，过了这村还真没这店了。哦，对了，这大漠风沙大，晚上睡不踏实，我点了炷香，安神。来，雅间到了。小官人，要是有任何需要，记得叫我。老板娘，没有吩咐，别进屋啊。
我这边去甘草铺，就多一天，马上就可以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干练在这儿，等我。你希望我是什么人？女魔头还是何青樱？我，何青樱，何青樱，怎么这么晕啊？这对苦命鸳鸯，还又演起了十八相送。这冰符啊，是我的。小青鸟，等我拿你领了赏，发了大财，我呀，就带着你的小官人，逍遥快活去。冰符呢？想不到你这小身板还挺厉害的嘛。你这香跟大伯二伯的比可差远了。那我呀就给你使点力。我们就暂住一宿，何苦为难？进了我的店就是我的人，钱和人我都要。莫非你是西厂的狗？原来小官人不是打西边来的，感情还真是和相好来私奔的呀。没事儿，现在你是我的人了。金伞还真这么厉害。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在我忙的时候就动手，那坏我好事，看我不把胖子削成瘦子，把瘦子打成肉饼。这位客官是打哪儿来呀？来讨债。找我一个弱女子讨什么债啊？来报二位当日的恩情。要不是老子好心给你开门，你能偷袭到我俩？好心，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做的什么买卖。我不管不问，但江湖恩怨分明。何青樱，何青樱，你醒醒，出事了！那就先献上你的小命来。百里大强，原来少侠你也在此。我还担心这家黑店会对你俩下手，特别相助。看到少侠安然无恙便好。小铁匠，你别相信他。
你这西厂的走狗，没想到竟然破了我的雅穴。女魔头，你害人无数，难道今日还想欺骗少侠不成？少侠这是何意？你解释一下，如果他是西厂的人，那为什么西厂的人要悬赏抓他？还有，他身上为什么会有兵符？这正是西厂的毒计。西厂为了取得何家军的信任，让这女魔头假扮何家人，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这个假兵符蛊惑义军，为西厂所用。你可知道？你别听他的。少侠千万莫要上当，莫不是这几日与这女魔头在一起相处动了真心？能不能让我见一下义军？有何不可，你我同去甘草铺便可见到义军。我要先见到义军，我才会交人。少侠，你本有机会在这江湖上扬名立万，我甚至想过收你一徒，可惜呀，太让我失望了。难道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偶像的？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你根本就是个冒牌西北货，你才是西厂的人，你根本就不是百里无忧。你这个白痴，你终于相信我了。你害我这一路受了多少苦，你知道吗？你私做主张，差点坏了天下一世的大事，你怎么不救我？你什么你？行了，你们就别那么多废话了，管他百里无忧千里憋尿，我中的毒已解，就算尔等联手也奈何不了。混蛋，在我的地盘聊得够欢的，今天你俩谁也别想得手。那一千两银子是我的，有话去跟阎王爷说吧。改姓行不改名，日行千里，夜战八方。我就是那个百里无忧。跟你说了103次了，你还没看出来？这暗示性很强啊，103次啊！可是你也没说清楚，百里无忧就是你啊！说个锤子，你猜不出来吗？天底下像我这么英俊潇洒的，谁还敢冒充百里无忧啊？老头，打架的时候能不能别这么多废话？不能。我在教训我徒弟，关你什么事啊？
叫你个西贝货冒充你爷爷的我。配这个江湖，我说，白领老头，所以大漠无恶还有阎王寨的事情都是你编出来的？你看你又不信了，这当然是真的了。我是那种会自个儿往自个儿脸上贴金的人吗？百里无忧哎。两位小姑娘，你们说说。大侠侠名，小女子早有所耳闻，今日一见，更是风度翩翩，折煞人。哎呀，说的多漂亮！你看人家。你就是他师父，你就是百里无忧。如假包换，童叟无欺。那你怎么会教出这么笨的徒弟？这位姑娘，你是哪位啊？怎么连我都批评了？我乃前进军何进之女，何清英。哦，将门虎女。哦，难不成你就是那个让我那个笨徒弟玩了命都要跟着你跑的那位姑娘吗？老头儿，我都看到了啊！那天晚上你就骑着阿宝带个小姑娘，蹭蹭蹭的就跑了。啊，这么小的刘带你们这么大两个人，还跑得这么快，真难为我们家阿宝了。本来我还真以为你是去拯救什么天下呢，说得好听啊，什么世道不平，什么男儿本色，搞了半天就是要去泡妞嘛。哎，老头你误会了，泡妞也很好嘛，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娶亲生娃乃是正道。群瓮中之鳖，赶快把兵符交出来，本都饶你们不死。准备放。三思而后行，不能逞英雄耍威风，跟我当年一样。什么叫江湖啊？只在乎自个儿生死的人来不了江湖。记住，心里面只
只要有情有意义，你就可以自由地在江湖上百里而游，万里都无惑。老头，没事儿，没事儿，我现在没有什么好叫你的了，大漠孤星，总算是找着传人了。接着，挡着，我拿不动了，这把锤头给你了，它代表所有的力量。我现在可以安心的去。老头，啊！老头，老头！愣什么愣？臭小子，想什么呢？打铁的位置一定要看准了，要一锤就中啊！别老在那四边打呀打呀，敲啊敲，都快被你打出一朵花来了。我还得替你想办法弄匀了。说话算话，抬起头来，让本都看看。兵符在你身上，何将军生前爱喝的酒是烧刀子还是竹叶青？就凭你们两个还能骗得了我？江湖人信不得。
总算是找着传人了。吃了药千万不能喝酒，不然功力会大增的。那先送到这儿。嗯，就送到这儿。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啊？我是说，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加入义军？我一直以来都很想闯闯江湖，如今来了，却有点怀念秦家集这小小的江湖。何况我师父还留了两个疯疯癫癫的师伯要我照顾呢。那路上小心。路上小心。身怀夜壶行天下。江湖，何谓江湖？心中有情的人，才能自由来去江湖，百里无忧。兔子皮、狐狸皮、貂皮。这小孩骨骼清晰呀！哎，正好试试我的新药。来来，贾哥，哎，别跑，别跑，别跑啊！过来，过来，过来！哎，是我先发现的。谁先抓的是谁的？哎，你给我站住！是我先发现的，你给我站住！你不能跟我抢！给我站住！请问，女魔头的兵器大不大？那要看是怎么样的女魔头。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与你势不两立的女魔头。那也不打。那你打什么？只打夜壶。一只夜壶，行走在江湖上，千里无忧。那请问打只夜壶多少钱？这就是我的大漠江湖。大漠江湖，开启大吉。
开始一倒，落地起来认真撞身，在吧？你拉是吧？到我手里，你就是个人。文，这不就有了？你这狗鼻子的，那你说我上下哪儿在下？身在江湖，都是性命相关。老铁，果子姐到我伤口越来越严重了。教门七弟我冒充爷爷的，我你好，进打游戏。他一个人大败了大漠无恶之后，人多势众算什么英雄好汉呢？有种你来找我单挑。其他多一点，你再去加一个，我们跳着来。飞多大锤？是，大哥。